你别动啊。好 ，OK OK OK。没事，我来扛。小号的拖鞋有多大哈？待会给大家看小号拖鞋。好，每一款都是可以这样去培养的吗？我们是每一款都是经过这个测试完了之后再推上市的。哇塞，每一款都要经过这种测试啊，老师，每一款都要经过这种模拟狗咬试验机的几万次的测试才会去上市的。哦，所以拍拖的玩具，大家最佳试验什么？天然橡胶。天然橡胶啊，吃下去的话是不影响消化系统的哈，就吃下去，即使有一点点流血，大家吃掉的话，怎么吃怎么拉出去，啊，怎么吃怎么拉出去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模拟的段子，我想把这个实验机搬回家去，这实验机做太好了，这个也跟老外出钱买了，是吧？你卖给他了吗？我不卖，不卖，对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小号的菠萝帮我拿一下，好，小号菠萝帮我拿一下。对，一个小号，一个迷你号。好，这个是大一点，这个是小号，这个是迷你号。迷你号的适合十五 G 下的容量，迷你号适合十五 G 下的容量，然后小号的话适合四十 G 下的容量。好，四十 G 下的容量选一个小号，十五 G 下的话选迷你号。对，科技决定生活，是的。好，那真的是拆家狗的，这是拆家狗的神器哈，这个东西哈，大家快去拍吧。尤其是跟大家讲，尤其是家里面狗爱咬鞋的，他就喜欢这种橡胶的口感。一般来说，拖鞋的塑料或橡胶的，还有一些鞋子，就运动鞋的这个鞋底的话，就跟这个口感特别的相似。如果狗就特别喜欢啃鞋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个。哦，还有一个专门拖鞋造型的，对，有拖鞋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去那边哈。